好，你们在哪里？好暗都看不到。嗨，听众。嗨。我有上网听他们的音乐，很好听。我没有听，我不敢，我不能乱讲，我不能听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没有听过，我不能乱讲。然后，我们今天是到台南，明天是去台中。嗯。后天就回台北了，回家睡觉。好，没有，因为这次刚好就是我们就是发了第二张 EP， 距离上一次来这边表演是上一张 EP 四年前的事，然后就是过了四年这样子，然后想说再回来这边表演。有啊，现在这次人很多很多，这次人多，上次就是只有我们的朋友就没有了，还蛮开心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、yeah. 谢谢。他们上次在高雄交的好朋友也都有来。十九号，港口。我只认识十八号而已。十八号是谁啊？那个七龙珠的吧。可以啊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你说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唱歌吧。下一首歌有收录在我们的 EP 里面，就第一首歌这样子，叫做《Let's Disco》。
哇！